没想到芷薇姑娘会对中等王朝的争夺感兴趣。哼，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各大王朝天才的实力罢了。<笑>他们算哪门子天才？只不过是各个王朝选出来互相竞争的工具罢了。狗兄说的没错，五个名额早已经被内定，现在不过就是走个形式罢了。 这是哪个王朝之人，竟如此绝美？是他。啊，芷薇姑娘认识对方？的确认识，之前还有过一些过节。此人敢得罪芷薇姑娘，要他狗命！芷薇姑娘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马上下去断了他的双手双脚。不必了，毕竟此人在台上也难逃一劫。 此次挑战共设五个分擂台，先由一方势力战擂，其余势力皆可挑战。选中擂台之后不可更换，直到一方全输则为淘汰。五大势力赢定了呀！剩余的五个势力就可以晋级中等王朝。现在我宣布，比试正式开始。 那这第一个擂台，我大回王朝要了。那这第二个擂台，就给我大韩王朝了。哈哈哈！看来。 这最后一个擂台，非我大金。五号擂台是我大威的了。哼！你们三个好大的胆子！王启明，你第一个守擂。是。 大安王朝挑战五号擂台，这该死的大安王朝！让他们厮杀便是，这五号擂台迟早是我大金的。大安乌剑涛，请教阁下尊姓大名。要打就打，废什么话？找死！ 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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